哥，开开门呐！大嫂，老二，你等一等啊！昨儿你给抓走了，我叫你嫂子把小旺领到这儿来。这个孩子不吃不睡。 闹着要到大成家里去，你这逃出来，我不逃，还不被他关死在牢里？欠他出掌柜的租子，我这一辈子还得清吗？大哥，我只有走啊！我想把小旺就留在你这儿吧。 兄弟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十年久不生，真是没路可走了。 什么时候，咱这个地方的人不怎么哭就好了。你眼睛不好看，又哭了。大成，子旺叔，你回来了，我今儿赶着要和村里的人一块保你去呢。子旺叔，你。 真给他们气死了！那你带个孩子干什么呢？把他交给你大哥，还怕他养活不了一口人？我们商量过了，婉儿，跟爹走吧。衣服呢？嫂子给我洗了。 哪儿去呀？你说呀，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
曾王叔，这样吧，你先把凯子放在我这儿，等你站住了脚，打个信儿来，我再给你。不，我怎么好拖累你们呢？银花的表弟明星已经收养在你们这儿了，家里已经多一口人了。甭管了，曾王叔，先顾眼前。银花，别难过了，给曾王叔拿点吃的，让他快走。嫂子，我去拿。 曾王叔，出不去了！宋来明星，快来搬石头！兔崽子，你往哪儿跑？丁小三儿，丁小三儿！ 抓住了没有啊？朱占魁，五爷，我打了一枪，没打着，这小子跑了，哼，跑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就这小子，他是窝主。好啊，吴大成，你敢窝藏逃犯！ 今天不把董子旺的欠租连你自己的欠租一块还清，我就要你的命！绑走！你们敢？狗东西，上来！谁敢上来，我就打死他！上去！哎哎哎！哎呦，上去！好，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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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太，你跟五爷叔给求求情吧。哎，少管闲事，赶快把他送到县里去。啊，樱花姐，老乡，哪个村的？你犯了什么罪呀？哼，我犯了什么罪？我犯了穷人罪。这话说得好啊！告诉你，穷人就要做天下啦。
我们每人都有份儿，这省下钱来还不是咱们大伙的？给你们买了胡琴、笛子什么的，还不够你们玩的？干嘛还买套锣鼓家伙？老郑，你说，我说，以后再买。让二嫂说说，二嫂你说。我说啊，咱现在都是高级社了，遇上个事，有套锣鼓家伙也热闹啊。哎，对嘛，要热闹，把你的镯子摘下来卖了它，可惜是铜的。你们家祖祖辈辈谁戴过银镯子？瞧这两口子，好家伙，也不想想，买套锣鼓家伙得多少粮食。二嫂，快走啊！大娘，别干得太累了啊。累不着。大婆。大爷，吃油麦去。大伯，歇着呢。哎，你们不是开会吗？嗨，这开会嘛，可长可短，地里的活可不能不干呐。对。哎，大成，你看，那是不是凤兰的嫂子回来了？还有张书记。哎，凤兰，你看那是谁回来了？贵妃。你看，他们都来了。来来，停停停停！老张，张书记，老爸，老张，张书记来了，哎，好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还让你给送来啊？没什么，我也好久没到这儿来了。这一趟可把县委同志们麻烦够了。给你送来。大嫂，大嫂，您请快，娘姐。眼睛治好了吧？你看我，啊，还模糊吗？清楚些了。大嫂，本儿买的真好。哎，呵，手电筒买来了。大嫂可真疼你们呢。哎，明姐、小旺，看看这是谁？呀，呵，张书记，我没看见。没看见。张书记，好，你们放心吧，大嫂的眼睛能治好的。快去干活吧，地里缺人。好。给我干什么？到社里喝点水去吧。我们走吧。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！好啊，人家大成两口子义气，把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都拉扯大了，真不容易啊。那个当初可错打了算盘了。王老汉去赶集，一心要把女儿嫁妆来办齐，叫声桂英你快来看，等心容只供你香水一字画康熙，你想要什么就向爹提。你要前些日子晚上到地里看，那就更好看了，那真是天上满天星，地下一片青啊，现在旱得不行。这儿的问题就是风沙多雨水少啊。坐吧，快来歇会儿。喝水吧，来，我自己来。大成啊，现在是解放了，可要不挖掉这个穷根子啊？是啊，一定要挖掉这个穷根子，要不啊，怎么能说翻身翻到家呢？哎，明星，你们哪去？明星火了，小王不闻客又跑到俱乐部里唱起来了，找他去。你们就让他玩一会儿吧。一转眼，这三个孩子都成了大人了。你表弟明星跟凤兰的事儿，他俩挺好。哦，我这个妹妹啊，不错，
他们还不愿意早结婚呢。好啊。哦，小旺啊，也有了对象了。好。小王他爹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没有消息。妮儿啊，你可真淘气，嘿嘿，你可真淘气。爹爹呀，嘿，你还是陪爹去看戏啊。回去玩客去，你管我？你要把功课问好了，谁还管你呀？这是怎么了，爹？明星啊，叫小旺回去问客去，就再玩一会儿吧。哎，别跑啊！你们两个也来一段啊！对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小旺回去问客。看见了吧，咱俩要做亲家了，群众都批准了。大成，大成，什么事？你快去看看吧，董子章的车在前面大沟那儿出事了。这是怎么搞的？大轴断了，百年不遇的事儿叫咱遇上了。哎，别站着看呢，帮忙卸车。你问问他吧。问我？我这怎么断的？牲口腿差点别断了。我愿意，我也没长八只眼睛。哼，对集体事儿不上心，长一百只眼睛也没用。你说什么？你这老穷鬼，这你骂人，骂你怎么样？大爷，你少说一句嘛。算了，赶快弄车。就是不当心，这事也难说啊。赶车嘛，怎么不看着点？这得给公家损失多少钱？大成，我有事进城，请几天假，这几公分不赚，看我能不能活。这是干什么呢？大伯，这不小心出了事儿，大伙有意见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不要一不高兴就请假进城，人家城里有阔闺女。哎，你少废话。小旺，你先送大伯回去吧。走吧。我不关心集体，可我带着两头大牲口入社，社欠我的，你有什么？俩肩膀扛着个脑袋，老穷鬼。哎，孩子，你就不替大爷说句话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不过大爷，我要给您提个意见，以后别有人没人的总说这点功夫我不挣了，看我能不能活。我请假，我进城，这不怎么好。我这是气话，给小旺拿双筷子来。哪儿去？给我坐下，叫你在这吃就在这吃，知道吗？你姓董。吃吧吃吧，你大爷可心疼你了。咱董家也只有你这条根子了，来来来，喝点酒。我不会喝。嗨，给孩子喝酒干什么？酒是什么好东西？哎，过去啊，我在屋子吊上半只羊，炖上个小砂锅，烫上壶酒，我爱吃哪块就吃哪块。哎，这年月，
走，赶快到地里去，赶快做好防风准备，快把牲口牵回家里去，别把东西忘在地里啊。凤兰，你哥和老郑他们呢？在后边呢。你放心，我那个帽是鬼大风吹不跑他的。好啊，风还是停不下来。你听，比白天刮得更大了。天旱得这样子，又起风，真叫人担心啊。这场风真要是成了灾啊，恐怕有人就会到庙上去烧香，也可能有人想逃荒，说不定有人耷拉脑袋闹退社，那些怪话又要来了。是什么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，你共产党再强也强不过天。那你怎么想呢？我看要粮食光靠天是不行，召开执委会。人家睡了吧？这老天谁睡得着啊？老张，这样睡不行啊，还是到我那儿去吧。我不上你那儿去，谁愿意跟羊睡在一起啊？我那儿没有羊嘞。算了算了，你们都快回去歇着吧。搞了两天了，睡足了好投入战斗。快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你休息吧啊。好好好。老张，明天开十佳大会，你得早点来啊。晚不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会开得好。好，我估计的不错，还真有人想出外逃荒呢。哦，老张也给大家讲了话，这思想一致了，
依靠集体克服困难。是大哥回来了，你们都醒着呢。啊，那就都过来吧。来了，小王，去叫凤来。我早就听见了。来来，你们看看，我记得可不全呢。生产救灾计划，打草打猎，抢种蔬菜，今冬明春利用地下水打井，对，扩大防风林插，明冬后春开沟插，挖水插。大哥，你今天打的叉叉怎么这么多？这工作一紧张就没时间想那个字是怎么写的了。哎，你们就有福气能念几年书啊，像你大哥我呀，当初没饿死，没把这条命丢了，还就算不错的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些执委会上都谈过了，明天就开社员大会，马上就要一步一步的做起来了。可要记住，咱们都是穷出身，这辈辈吃苦，咱一定要下决心和乡亲们一块儿改造他黄土屯儿。看起来这是生产建设，可实际上这就是搞革命。我可有言在先呐，咱们全家一定要抱成一个团儿，要积极带头，捡苦的干，捡重的担，可不能让人家说咱一句闲话，丢全家的脸呐！啊，要记住你大哥的话。哎，别净点头不说话呀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好，记住就干，咱们就来他个改天换地。有谁啊？你们回来了，啊！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。哥，打的这么多，是不少啊，后边还有十几只黄羊呢。走嘞，瞧这个干劲儿，现在再有多大的困难，也难不住咱们黄土屯的人了。好，紧就在这儿打。喂，喂，好，好，一切都很顺利啊。群众的干劲很足，什么？那太好了！哎，县委准备了大批东西，支援咱们打井了。啊，要多关心大家的生活，注意劳逸安排。哎，还有你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啊。没有问题。哎，要是这你都要管呢，那就请你拿绳子到井边来捆我吧。好，再见。会就开到这儿，各队回去啊，把县委支援的事儿给大伙宣布一下，支援物资明天一早就派车去运。大伯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啊，大成啊，你就帮我一下，把牲口钱支给我吧。哎呀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来来，咱们爷儿俩啊，今天面对面，心对心的谈谈。大伯，我问你，是不是觉得入社吃亏了？咦，你这是什么话呢？我可不是嘴上说入社，心里不愿意入社那号人呢。那就该为社想想嘛。咱社底子薄，渡荒打井靠什么呢？大伯，别只贪图眼前利，社才是吃不尽穿不完的靠山呢。这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可就是啊，
又讨债来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之前干什么嘛？哦，你就知道我做生意。我老婆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是个领导呢，真主观。好，你给我扣帽子。你女人早晨还跟别人说，她一顿吃了八两油面呢。我看你是存心较短。我要是存心较短呢，那就叫我不得好死。好好好，大伯，你要真有困难，社里再难也不能不管。哎，大成，你真信他？来，老郑，坐下来，咱们一块儿谈谈。听说你进城拉资源物资，我琢磨了一夜。哎，田禄啊，再跑一趟吧，这回咱们多买一点，你也可以多分几个嘛。嗨，你怎么不听人劝呢？这种事不能再干。哎，你要干，你自己去。站住，田禄。哎，我说啊，当初盖房子娶媳妇儿是谁帮助你的？那我不都还清了吗？哦，那人情也忘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就这一次了。妈的，反正这碗饭也吃不长了，买花单在里边呢。哎，下。你可真积极啊，大清早就抓功夫捡粪。哪比得了你呀，净捡钱。三太，你听见什么了？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了？听别人的干什么？亲眼看见不更清楚？你真是偷偷做生意啊。嗨，赚不了几个钱，其实这也不犯法。嗯，是不犯法。走，咱们找大成去谈谈，以后你尽可以冠冕堂皇的。哎，哎，别这样好吧，我亏不了你呀。我要你那两个辛苦钱干什么？老哥，你也太大意了，都大天亮了，你还在这儿捣鬼啊？来来来来，抽我的。我这个烟好。好，上来呀！好，好小伙子，来，再给换一把。你轻一点嘛，这打井，这一波大姑娘绣花。快，小王啊，你们这儿怎么样？我们这儿打不出来呀、啊。有好几个井啊，也是一点水都看不见呐。哎，小王，你看你大爷，就好像黄鼠狼偷鸡挨了棒子那个样儿。去。大伯。这可是你买的，田禄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知谁到社里头告了，我车一到村口，社里就派人查问我带的东西。在黄土屯你也是个长辈，
可就是给大伙不一条心。你走的路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。这些个都是我自己买来吃用的，怎么能说是做生意呢？这也是你穿的？你总觉得入社不上算，不自由，不舒服，不服气，跟谁不服气？跟大家。你也不想想，在这困难当口，大家有谁值过一文钱呢？你呀、啊。老郑，你我有什么话说？钱是你拿走了，我们等着检讨就是了。你们干嘛检讨呢？我也不犯法。再说牲口钱我才拿了不到一半。你看，思想，思想。别嚷了，大伯，你的货我们按政策处理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老郑，来一趟。叫我出来干什么？叫我陪你站着。老郑啊，大成，你先让我回去想想。子章，你跟你讲，你少说话。那你就先回去吧。真是个资本主义脑袋。哎，子章，子章，子章，你说，不是你报告的是谁？嗨。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？我可以把心掏给你看。哼，要我做检讨，别想，乡里乡亲的还讲点情面吧。嗨，别把事情闹大了，大成对咱们还要怎么样？走，回去检讨一下。你糊涂，把东西给我拿回来。要不给我请假，明天我就进城。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说咱全对。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。天禄他老实，你是个中农吗？依我看呢，你发点小脾气也出不了大事，大成怎么会怪你呢？小万来了。小万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去找大成，给你大爷去讲讲情吧。孩子，哎，想不到你大爷到老来老来还受这个罪。万儿。坐。凤兰，哎，纸在哪儿啊？还在那柜子上呀。没有啊。你看这块布多好，我给小旺缝件新棉袄。那明星呢？明星以后再说吧。哥回来了，给哥拿饭吃。哎，哥。你又为董大伯的事生气了？旧社会中的毒太深了，眼睛里就认得钱，现在跟什么事都闹抵触，怎么说怎么劝也没用。大伙儿在地里听听这事儿啊，都议论开了。哥，你就不应该那么迁就他。我看开大会斗争他。明星，你瞎扯什么？斗争？
这扯得上吗？我怎么没站稳立场？为这个事儿，我也批评我大爷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事儿不替别人想想？我不是向着我大爷说话，他是有困难吗？再说这么大年纪，你说他现在有什么困难？他现在吃的喝的比别人坏吗？董大伯也太为自己打算了。小旺，你大爷的思想越来越不对头了，你要好好的帮助他。山上雷管受潮了，怎么搞的？我正给张家口打电话要雷管呢，电话断了，路也封了。喂，来来，咱们研究研究。哎，我看井既然打不出水来，山上石头又没法打，索性就把工停一停得了。哎，这可打不得退堂鼓啊！同志，这一停就是一年呐。我看，就派人到张家口去背雷管。啊，好，大成。那就让我去，让我去吧，我去，我去，反正我交给我，保证完成。哎，你们都不用去。哎呀，你不懂，我的副校长，雷管一碰就要爆炸的，没什么可怕的。走，回去给我收拾收拾。你急什么？你怎么行啊？哎，你们不要听他的，他吹牛，他懂得什么雷管呢？让他去了，莽莽撞撞的，一定会出岔子的。你别叫二嫂担心了。对不起，什么都能听你的，这件事你得听我的。啊，大成，就这样了。二嫂，那就多派一个人陪二哥去。二哥，你看那个人多像我大爷。哎，可真像。爹，走吧。好，你看。哎，那不是小旺吗？小旺，小旺，大爷。你看看，学校、工厂，还有工人俱乐部，这是百货公司，那边是新火车站，呵，这就看出共产党的本领来了。咱那个穷窝窝，你就是把命拼上也白搭呀。大哥可说，咱那个地方要改造好了，也不比别的地方差。我看他那是死心眼儿，咱那鬼地方。靠地活不了，打井，你就把地都打成塞子眼也没用啊！人活一辈子，掐头去尾，最好的光景也就是二三十年，一飞就过去了。哼，大成，他是自己吃苦，让别人跟着受罪。你还年纪轻轻的，别跟着他瞎起哄，你说对吧？哎，咱那个地方搞起来是费劲儿。你爹啊，到如今一点音信也没有。昨儿晚上我还梦见他呢，我一想起你爹来，我就恨死咱这鬼地方。我跟你大娘啊常说呀，
咱就一个女儿。要是小旺留在咱这儿，叫他姐夫在城里给他找个事儿，全家往城里一搬，再让他跟贵芬一结婚，以后生儿育女，嘿，这一家子乐呵呵的多好啊！他老爷，您看这双鞋还行吗？啊，这做什么？你姐夫啊，听说你喜欢有双皮鞋，他要买双新的送给你。我说买新的干什么？这双旧的擦擦油，还不是跟新的一样啊？来来来，收着吧。我不，还客气什么？吃饭吧，你姐夫今儿晚上开会，他不能来陪你吃饭了。没关系，哎，自己人嘛。走走走走。他妈的，把土地爷抓来问问他，到底什么地方有水？说不对啊，我就揪他的胡子。你就错了，管水的是龙王爷，那我就揪龙王爷的胡子。哎呦，龙王爷也怕揪胡子吗？哎，有水，出水来，出水来！胡子叔，出水了，听见了，赶快穿衣服，别冻着。哎。这水出的还挺猛的嘞！好，见俩三口井打出水来，那真是喜上加喜啊！是啊。小二，你们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哎，给我背吧。哎，老大，你别急嘛。哎呀，副社长，你们可回来了。山上没有雷管，怎么炸石头啊？这儿砌井没石头，井要垮的。就是啊。哎，大成。哎呀，你们可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明星飞来，赶快把雷管背到山上去。我还是我们送去吧。不不，你们休息。快！明星还没回来，大嫂那儿都要急死了。哼，这鬼地方，雪下起来就没个完。哎，真的，以后有机会啊，你也到张家口去看看。我大爷说，现在张家口啊，比过去要好上几百倍。你呀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少听他的。我听他的干嘛？这我自己亲眼看见的。你这包里什么东西啊？给我看看。什么宝贝东西？我非要看。你别看！哎呀，你弄这么双鞋干嘛？下地干活能穿的吗？有喜事穿的。小旺，大嫂叫你呢。嗯。小旺。你去看看，是不是明星他们回来了，跟你大哥一起在社里开会呢？嗯，快去吧。大哥回来了。也许路上不好走，他们今天就住在山上了。不会吧？风雪这么大，就不应该让他们去。大成觉着凤兰他们都是自己人嘛。那赶快去找找吧。
小旺，拿灯。出事了。是明星把你背回来的，你还伤着哪儿没有？幸好把雷管放下了，要不然你还有命啊。明星，雷管在山洞里。看见了，大哥跟正二哥已经把他送上去了。放心吧。这个大风，真可恶。你一个人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子尚，这几天你怎么闷声不响了？这是干什么？你跟我发脾气就打出水来了，奇怪。谁呀？大成呗，我今儿有点事，想请半天假，他就是不行。咱从来没请过假，你说干什么？咱落后过。你看，连这么个老实人对他都有意见。哼，我早把他看透了。既然买卖做不了，我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想把小旺带走，不能便宜他。哎，提起小旺啊，当初是你自己这步棋走错了。小旺要在你身边，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说不养活你。哎，你心里怎么打算呢？你别瞒着我了。我原打算叫我女婿给小旺找个事，事成了，我就全家离开这鬼地方。可昨个我女婿来信，说这件事情啊，一时半时还不容易解决。哎，你城里有没门路啊？哎，你笑什么？你能不能成全这件事情啊？老王头，什么事？你上来一趟吧。大成，钱太太是有点不对头啊，他在背后对别人说井打不出水来，是我把井眼定错了。哦，他这样说。你再调查调查。大成啊，大成啊，请假的人多起来了。这样下去，今年打井任务完成不了啊！这井上的人都给你请假了？没有啊，刚才还都在这儿吗？明星，明星，井上人都哪儿去了？都在工棚里了吧？大成，大成，大成，我可找到你了！一打钟回去，老的小的都急着要吃饭。我们想早点回去做饭，省得他们吵。谁吵啊？大娘，打不上粮食，肚皮饿了就更吵。你给他们讲讲道理嘛，打井要紧啊。哟，说话那么气儿粗，这是跟谁学的？走，上工棚暖和暖和去。你去吧。你不负责，谁负责呀？天天打井，可是天天打废井。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有的井没打出水来。打出水来的能有几个？就是嘛。哎，怎么能乱打井眼呢？水路不搞清楚呢还行。我看一定是定错了井眼，就是没搞清楚呀。你这老头啊，就是。谁说的？谁说定错了井眼？啊？
你们听谁说的是水路没搞清楚？谁说的？就问你自己嘛！哎哎哎哎，咱别互相埋怨好不好？大家都看见了，井眼定的都是洼地，扣在地上的碗都是满碗的水珠子嘛。那为什么井还是干的呢？咱再检查。我提个意见，咱们先停下来，等检查好了再动工。好了，这样好。是啊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是跟谁开玩笑啊？这天打井啊，今儿能把耳朵给冻下来。别瞎子点灯，白费蜡了。我说呀，这是没事找罪受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怕冷，冬天哪有不冷的？是啊，种庄稼没水还行吗？我懂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懂，这都白费了吗？别管我。哎，哎，这个井啊，不能不打，不过哎，要灵活点好。像今天这个天儿，咱就不干，要么少干点，等暖和了再多赶一赶嘛。这话我同意。再说谁没点私事儿啊？房子破了没法修。孩子的鞋破了没工夫做，整天忙得连做饭都顾不上。哎，你们说急人不急人呢？大娘大婶们，咱时间没多少了，一开动不去种庄稼，咱明年可吃什么呀？谁叫咱黄土屯穷呢？这没办法，咱们就靠个新奇，众人泰山山会动啊。乡亲们，下个决心吧，这个把月一停就过去了。我看咱们还是干去。走走走，还是干去。去去，走。你还没暖和够啊？哎，我的头巾哪去了？走走啊，要不干呢，将来怎么能实现机械化电气化，又怎么能变成花果山呢？走。做梦。哎，这话说的不错呀，这地方一变成花果山，咱不都变成了猴子了？要变成了猴子，这天打井可就不怕冷了，他穿了皮袄了。钱三代，你说什么？猴子就不能说人话，是人就应该有点人味儿。吴支书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这是说笑话。这是什么时候要你来说笑话？打井发生困难，你心里怎么想？我当然没你急了，你负的责任不同嘛。我从来没推卸过自己的责任，可咱这干的是改天换地的事儿，能没困难吗？从前是蒋介石处战魁靠着咱的手，这自然灾害锁着咱的腿，现在蒋介石处战魁是打跑了，可咱还得同自然斗争。怎么，大伙千辛万苦的搞建设，想过点好日子，是做梦吗？董大伯，您讲这种话可对得起谁呀？小旺，小旺，哎，我说的话也许不对，乡亲们可以批评，我心急的是咱们这儿没水，只要有水，那咱们就活了。不能再耽误了，同志们，咱有钢要使在刀刃上。现在外边风雪已经停了，咱大家赶快上井吧！啊，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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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二，你说，是你大哥说的对呢，还是大伙儿说的对？走吧。老郑，老郑，我回去做饭去。你说今儿个吃什么？吃个屁！不许你回去。你是炸药了，我回去做做饭就丢你的面子。大成，大成，你说说看，他对我这种态度对吗？问我，还是你自个儿去想想吧。我自己去想想。哎，回来。
回来，你怎么这样不守劳动纪律？哼！我觉得我还不是个落后分子，老郑对我那样，可大臣他是镇社长又是书记，他应该管管的，可反倒对我不高兴，把脖子这么一扭，当着那么多的人，我脸可往哪儿放？他这两天也是，你还不知道啊，群众对大臣的意见可多呢，谁不背地里说啊，大臣现在可不比从前了，老是绷着个脸，谁见了都躲着走，说打紧打的大家都快像仇人了。会这样？不会吧？不会不会，你就知道向着你男人。反正我不愿意再看他那副脸子，说什么我也不干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人有脸，树有皮，我还干呢？我不干。我知道还有好些人也不想干。那你就更不能不干。我不干，二哥也不能依你，他还会揍死我。人家眼睛都看着咱，咱谁不对可以关起门来谈，谁愿意跟他谈？二嫂，这可是你不对了。我不对？是我不对。好，你们对，你们一家子都对。干嘛打紧还非要叫别人呢？你们一家子包了就算了。二嫂，你少叫我，你走开，你在这儿吧，我离开你。这是谁来了？你看见二嫂到哪儿去了？我没看见呐，我家里有点事，实在没办法，替我瞒着点吧，省得叫大臣知道又生气了。我这就回工地去，我这就回去。听说你跟二嫂吵起来了，凤兰，嫂子，你眼睛，不要告诉你大哥，他已经够烦的了。大哥，该回去了，明天再打吧。你先回去好了。
够累了，明天早点来还不行吗？走，回去。明心，现在多一口井打出水来，就能多安定下人的心呐。今天井打得怎么样啊？哼，想请假的人不少，躲到工棚里偷懒的也多起来了，连我们的小旺也去了。你别主观啊，我去帮人过冻伤的。好好，算我冤枉你。最叫人讨厌的，就是那些不肯干活、光会发牢骚的家伙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有些肯干活的人也发起牢骚来了呢？你这话就有问题。这肯干活的人他就不会发牢骚，不那么简单。我看呐，咱大哥这一时期在领导工作上恐怕就有问题。有哪些问题啊？你说。嫂子也听那些反应了，譬如对妇女们平时要做的一些家务事关心的不够了，待人的态度也跟从前不同了。是的，背地里群众对你哥可有意见了。哦，小旺，你可听见有人说我什么没有？没有，不过我倒在想，咱这鬼地方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搞好啊？你说什么？我，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呢？平常我给你们说的话都忘光了吗？你这不是动摇吗？哎，你不能耐心点吗？你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？多跟党谈谈。多跟大伙儿商量商量，不管有什么意见，总要好好想想。我想什么？难道井是给我一个人打的？咱水平是敌，可什么时候不把大家的利益举得高高的？这工作有困难，心里积得像火烧，意见还大堆。哼，我以为我们一家五口人都很齐心，倒没想到这外头有人埋怨我，家里有人埋怨我。哥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谁还不是为了你好？你为什么倒对我们生起气来了呢？嫂子，你别理他。你分析分析，弟弟妹妹们这是些什么糊涂思想，竟捧着他们，知道吗？你不光是嫂子，你还是个党员。他已经给邓子良、钱三代他们气得够呛了，嗨。你们呢？哥，你今天打我、骂我都不要紧，可你不该对嫂子发那么大的脾气啊。他的眼睛今天忽然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嫂子，凤兰，你哥呢？他走了。我在这儿，那就是我哥呀。
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我不该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。不要难过，眼睛，我陪你再到县里去看。你千万别为我担心，也许过几天就会好了。大成，啊，这还像话吗？刚才工棚里开完会，他们又追到我家跟我吵，吵得我头都给炸破了。大成，你开个会吧，把事情弄弄清楚。你着急也没用，老王头，叫你检查嘛，你总说没有问题。可是很多井打不出水来，这事实说明是有问题。啊？照你这么一说，这个会非得要开。哎，老王头，老王头。老王头，老，老张，你来了。怎么，撑不住气了？来，咱们去谈谈吧，走。有意见向大成提嘛？你怎么气银花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大成还不是那号动嘴不动手的干部，人家不多吃不多占，吃苦在前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我心里乱死了，凤兰，凤兰，你嫂子在吗？我们看她来了，在屋里呢。我的好姐姐，把你气成这个样子，我真该死！快别往心里去。都怪我不好，我以为我们是好姐妹，你又是我们的老组长，所以，可哪知我这个人一说话，说着说着，也不知是哪来的这股邪劲儿，就发起疯来了。真对不住你呀，你可千万不要为了我生气。只要你不生气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明天我就去打井，明天就去。大成也不好。哎，我们在路上还谈着呢，这个家也亏大成当啊。哎，这倒是，我就对他有意见。可像他这样的干部，拿一百个来换，我还不换呢。大成啊，我说的话也许像城中的话一样叫你受不了啊，也许叫你一连几夜也睡不好觉啊。可革命吧，又要革到底，我看现在只有依靠脑子去想一想了。老张他总是为我们好，他的话不管说轻说重，咱可都得好好听着。这我明白，从坐牢到土改一直到合作化，哪样还不都是他搀着咱的手走路。他就是批评的我再厉害我也不怕，我难过的是这工作做不好，大伙有意见，给领导增加很多麻烦。
老张一见我就说，工作越困难就越需要冷静，不能乱。能吃苦带头，这只是一面，有谁一时跟不上来，也是咱的责任。要懂得人家的甘苦，体谅心情，照顾困难，不能一急躁就扭脖子。你看，连我扭脖子他也知道。老张还说了什么？他问我，有些井打不出水来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他说：“大成啊，今天还有阶级，还有阶级斗争，是不是有人在破坏咱呢？”他这么一说呀，我倒紧张起来了。刚才开完会，我们到工地上看了看，回来还到老王头那去了一趟。老王头也病了，摸了摸他的炕，冰凉，还给他烧了烧炕。哎，这工作是越来越复杂了。你跟老张怎么表示的？这还有什么别的表示？革命革到底。快睡一会儿吧，一会儿还得干活呢。你们来得早啊！哎，早啊！来晚了，你不又要扭脖子吗？大娘，你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知道我脾气，以后有意见就当面给我提啊！老郑啊，从明天开始，让大娘大婶们晚来半个钟头，早走半个钟头，办点家事。你看，我同意。哎，大成可当心啊！你把脖子扭到左边去，可别一会儿啊又扭到右边去了。大娘，你这句话真是值千金呢。大臣，哎，老棒头，你不是病了吗？怎么还出来呀？昨晚你跟张书记走了以后，我又到工地上来检查了，给我检查出问题来了。哦，简直是有人故意跟我老头为难吗？副社长，你们来看。你们看，把我定的井标都给移动了，要不是给风把水吹了，还真查不出来。我说老郑啊，昨晚上老张真说对了。什么？哦，大伯，你先别声张出去。老郑，咱们找老张去。这件事大成要知道是我做的，那他会恨死我了。你一定要说是在城里托的别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就这么办。驾，正好他在那儿了，你快去吧。咦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小王。我跟你说呀，我已经托人在城里给你找好工作了。给我找好工作？本来想托你姐夫的，可事情不能马上成，我又托人在建筑工地给你找了个活，每个月刨去吃住啊，还可以剩20来块钱，你就去吧。孩子，你还犹豫什么？赶紧准备准备吧，啊！大爷，我想好了找你吧。这个井打得真叫人烦死了。大哥是好心，可大伙心不齐。再打不出水来，那还不吵翻天呢？我看这鬼地方，怎么搞也难搞好了。
再这么下去，还有个底吗？要是到城里当上一个建筑工人，每个月刨开石柱，还剩20多块钱呢，不比干庄稼活强。小旺，你这个人真不好，大哥说你两句，你就胡思乱想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桂芬，我大爷在城里把公主给我找好了。啊？真有这个事儿？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是不是你听错了？哎呀，你还不信？桂芬亲口跟我说的呀。是你回来了啊！桂芬告诉凤兰的事，凤兰跟你说了。说了。小旺啊，太年轻啊！哼，年轻，年轻人就更应该有志气。刚才凤兰告诉我，说什么我也不相信。谁知道？小旺不在俱乐部里。很简单，他就是怕吃苦。你看他进了一趟城，就背了双大皮鞋回来，你这像个什么样子嘛？还是应该好好帮助帮助他。明心，你那个态度啊，就应该注意。你大嫂说的对，我们对他的帮助是不够。好在这个事儿知道的早，还来得及。大嫂，大嫂，今天鸡下蛋你没收啊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带进来吧。大嫂，医生不叫你吃点营养的吗？干嘛留这么多鸡蛋舍不得吃呢？我慢慢吃。小旺，上俱乐部玩去了？没有，我想去借本小说。什么小说？暴风骤雨。我这儿不是有吗？哼，谁敢借你的书啊？小旺，这些日子来你心里好像有些事儿，高兴谈谈吗？跟你大哥说说吧。我心里是有点事儿，不过还没想定，等想定了再说吧。小旺啊，大雁要是掉了队就会迷失方向啊。俗话说，种地人是万万年，这是咱的根本。你爹要是现在在家里啊，他一定干得比谁都起劲儿呢。目前在工作上还有困难，说不定还会有坏人，就趁咱工作困难的时候进行阴谋破坏，可不能松劲大意啊。人活一辈子，掐头去尾最好的光景也就是20-30年，一飞就过去了。我一想起你爹来啊，我就恨死这个鬼地方了。
然是你说的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讲了？你怕什么？你既然决心想走，你又有理，你为什么不跟大成哥说呢？我怎么能说呢？我还没跟你商量好啊。跟我？我要你跟我一起走，反正我们早晚要在一起的嘛。桂芬，跟我走吧。啊，你听我说，在这要白白苦一辈子，跟我走吧，桂芬。小旺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别走，你别走嘛。哎哎，那一对啊又在石堆后面吵起来了，吵的时候还那么哭呢。桂芬，他决心要走了，非要我跟他一块儿走不可，我没答应他。那还哭什么？快把眼泪擦干了，别叫人看了笑话。真是中了魔了。子章，咱哥俩是老朋友了，可要说亲呢，还是现在亲呐。对，朋友亲，心换心嘛。吃菜，哎，你怎么不吃菜呢？我吃吃。哎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今天在工地上又有人嚷嚷什么公社好？嗨，不管他们变什么新花样，总没咱们的便宜。井打的再好，合作社再好，公社再好，也不是咱个人的嘛。哎，这可不是笑话。你这句话简直说到我心窝里去了。哎，更没有指望了。哟，小王，你来了。大爷，有酒吗？怎么，孩子，你想喝酒啊？酒和现成，来来来来来。桂芬的事啊，你用不着难过。我跟他爹会有办法叫他跟你走。要紧的是你自己得拿定主意。哼，民心，人家是内亲，将来跟凤兰一结婚，你往哪儿摆？那小子平常对你那个样子，我看着就生气。你真不想一想，这个鬼地方啊，你爹要是还在世啊，他就是死在外边也绝不愿意回来。哎，大成怎么能够放他走呢？小旺是个好劳动力，人家会说他是他们养大的。小旺，喝酒。哼，不让我走就说不让我走好了，干嘛还说什么说不定有坏人阴谋破坏，这扯得上吗？我知道大成哥的脾气，还没对他讲，可他也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要说走，他们谁也拦不住。这个小子，我喜欢他的就这点儿。子章，大成来了。他来了。哼，我可不愿意看他那副神情。在里边呢。哦。小王，你大嫂叫你有事儿。
大伯，你这太不像话了。你要是个好长辈，当初就应该收留小旺，这是我们董家的事。好好，既然你承认他是你侄子，你要是真心疼他，你就应该好好的教育他。我哪点对他坏了？我是叫他争口气。别说了吧，争气争气，争什么气？你让他争社会主义的气，还是争资本主义的气？小旺的事不是你我两个人争私人财产，问题是我们应该把他引到什么道路上去？哎呀，你呀，想儿子都快想疯了，惹这个气干什么？我看你怎么办。算了，跑到我家里来教训我来了。算了吧，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受不了这口气。嗨，你就认输吧，离开这儿算了。离开？他们不叫我好死，我也不让他们好脱生。两头大牲口给我还不到一半的钱，就算完了，没那么便宜。逼急了，我什么都使得出来。别说气话了，使得出来把牲口毒死啊？你要真想这样做，那倒容易。除四害，咱还剩下点耗子药。你有这个胆子？啊？哎，我这是说笑话。你老哥还真想闹事啊！哟，十点半了，你该歇着了。别生气了，我跟你说，有劲儿别净使在嘴上。好，明天见。
这是往哪儿去啊？一定是他大爷在等他。你看，哦，是他。你叫我来干什么？咱谈谈。那你就谈吧。平常我对你态度是不好，可我没有坏心眼儿。咱俩从小都没爹没妈，没有家，大哥大嫂把咱们养这么大，容易吗？咱真应该跟大哥大嫂一心一意的把家乡搞好。可你怎么样？净胡闹，连学习也不知道用功。一天累得不得了，谁还有精神学习啊？再说，学好文化，搞通思想，到了还不是为劳动？难道我劳动比谁差？他们说什么？听不见呢，风往那边刮。你不用说了，你就是想开小差，怕困难，贪图享受。我绝不是光为自己，我是不愿意在这瞎拼命。一会儿风，一会儿雪，重了汗，汗了重，再重再汗，再汗再重，反反复复没个完。起早摸黑，扁担担，小车推，背呀扛啊，哪天闲得住？哼，水利化，防风林带，这鬼地方是桌底下放风筝，你想高也高不起来。去着吧。哥，小王要走了。我知道了。怎么，小王，你真的要走？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，我只好走。明星就不该动手打他，打了也不许走。打人是不对，可要走更不对。哼，我看你是鬼迷住了心窍。一张嘴是鬼地方，鬼地方，这是鬼地方吗？我看这遍地都是宝，可就是懒鬼看不见。把铺盖放下。小旺，大哥的话你怎么都不听啊？你走，你不怕别人笑话？有人会幸灾乐祸说怪话的。哎呀，真别扭，你怎么不说话呀你？小旺，你过来。小旺，不让你走，是为你好啊。你真忍心离开大家吗？我一辈子忘不了大嫂大哥对我的好处。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我也会回来看你们。放心好了，我也绝不会做对不住人的事。我走了。你，小王，你别走，你们不能让他走啊！让他走，不到黄河他是不会死心的。明信，你真糊涂。小王，明信，大成呢？大成。有几匹拉石头的牲口中毒了。哎，吴支书来了。老郑，那匹怎么样？那不在那儿躺着呢，来，再灌点。田鲁叔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嗨，我也闹不清啊。昨天晚上还是好好的呢。你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，看你怎么交代。嗨，这么两条好的大牲口中了毒，真叫人心疼啊！一定有人捣鬼。大成啊，这件事啊，一定得弄清楚。
成，这是谁乱咋呼说是牲口中毒了，是中邪了？你看，灌了点豆油，一下子就跳起来了。哎，好，那就赶快把这片灌点吧。啊，把油拿过来。赶车赶了大半辈子了，你呀，子张啊，昨天下半夜没来接班，他没来接班，你就睡大觉了。靠他还行啊，这是公家的财产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把马车拎起来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行，再灌点。哎，喝点吧，一会儿你就跳起来了。起来喝了吧。哎，你呀，这事儿做的多险呢。这就是三太留下的耗子药。耗子药是发灰的，这个怎么发红啊？啊！哎呀，三太这个人以后得当心呢，他把你卖了，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这个家伙，真叫人琢磨不透。谁呀？我。子章，你怎么了？大概是昨儿受了凉，我给他弄点红糖姜水喝。看看做吧。三太，甭走了，我给你擀面条吃。不了，我回去吃去。子章，昨儿晚上我忘在你这儿的耗子药呢，还给我吧。你还要那干嘛？干嘛？可把我吓了一跳啊！刚才人们轰轰地说拉石头的牲口中毒了，我一摸口袋，才想起把这个玩意儿忘在你这儿了。我真怕你老哥一时的气氛闯了祸，追问起来。叫别人疑惑我是有意把它放在这儿的，那这个官司可就打不清了。昨儿晚上我也喝多了点儿，九言九语的也不知说了些个什么，没说什么不合适的话吧。你看我是不是要打摆子？把耗子药还给我。谁知放在哪儿了？等我找出来给你送去就是了嘛。哎，这可不能开玩笑。快给我。子章，子章，你说这不是怪事吗？啊，三太你在这儿，我晚上来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牲口中邪了。天亮，我看见马槽旁边一地都是草料。嗯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好像红矾呢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哎呀，他妈的，这条大毒蛇想借刀杀人呢！田龙，你跟我走。哎，衣裳。公安局，我什么都说了，我绝不是反革命，我只是自己思想不好，引鬼上门。刚才大成说得很对，要不是你悬崖勒马，这包毒药害得不光是牲口，
老郑啊，咱们还像个干部吗？党再三地教导我们要懂得阶级斗争，自己觉着也懂了这点，可是一碰到具体事情上，这鼻子、眼睛、耳道就都不管用。我总以为小旺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可就是出了毛病。我总以为董子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，小旺受了他思想的影响，可是我就没想到钱三泰利用他们错误思想来进行破坏，向我们进攻。你别说了，我已经难过死了。当初张书记要我们提高警惕，我们就怀疑打井的事儿是钱三泰在捣鬼，当时要干脆把他抓起来就好了。现在更清楚了，钱三泰就是出产鬼埋下的根子。老郑，不能耽误了，赶快带人抓住这个狗东西。牵着马先走。楚振奎那封信你带着了没有？我说了半天，怎么还是我心里没你呢？答应我吧，哪怕只说一句话，我以后再来接你也行啊。真急死人了！你还真急死人呢！你把人肚子都气炸了。你要走，你走好了。你不喜欢这个地方，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我可没你那么狠心。桂芬，桂芬，大嫂，大嫂，桂芬，小旺是到你这儿来了吧？大嫂，你别为他难过了，他真的走了。我来晚了，来晚了，大嫂，你歇歇吧。我这件新棉袄做好了，还没来得及拿给他穿。平时我总怕对不起他爹，吃啊穿啊，什么我都怕亏待了他，什么委屈都不叫他受。把他惯成这样子，哎，糊涂啊！你看，他真的以为我们这个地方搞不好了。他这一走，简直像是把他大哥跟我的心给人挖去了一样。大嫂。桂芬，别难过，我知道他是喜欢你的，你耐心点吧，他会改好的。早晚有一天，他自己会知道丢下锄头是不对的，忘记了他爹吃的苦是不对的。要不，这个没有骨气的孩子，这一辈子也就算完了。大嫂。我没走，小宝，出事了，你赶快到滩口去。小旺，小旺。董大伯，董大伯给钱三泰打伤了啊！小旺，钱三泰是个反革命啊，城里的事是他给你找的呀。哎，我一时糊涂，差点害了孩子你呀。你别说，才明白啊！嗨，你这孩子！哎，钱三泰这口东西在破坏粮仓。大成带着民兵在抓着呢，快，快，桂芬，大嫂，大嫂，桂芬，快，赶快找人到粮仓去。大嫂，你眼睛不好，你别去了。不行啊，把粮仓炸毁了，大伙儿可苦了。大嫂，桂芬，快把大嫂扶回去。小旺他干什么去了？Thank you.
这就看出我们的力量来了。老张，眼睛好了，回来了。英姐，大嫂，英姐，哎，行，嫂子眼睛完全好了，嫂子一看见我呀，就叫起我来了。哎呀，躲开，让我看看。你回来了，让我看看。二嫂，我的天可好了，叫你们大伙儿都惦记了。大成嫂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听说你的眼睛治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大伯你好啊，好啊，你看咱这个穷地方，全都变了样了吧？啊，是啊，我平时净听大伙说咱村变了样了，可我还没看见过呢。那你就看看吧。没错。这个村是变了样了，但这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。